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比赛，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，和我一起搭档解说的是戴亚老师，戴亚老师好，思思好，观众朋友们好。 王楚钦和孙颖莎呢，我们都熟悉了。现在看一下对方的运动员，李佳毅是全国女乒的团体冠军，全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双打亚军。嗯，她9岁就开始打球了，2013年入国家女子乒乓球队。她的技术特征呢，也是具有男性化的特征，前三板呢也是又快又狠，对。 我们现在这四名运动员都是在前两天的这个团体赛里边啊，都是代表各自的队伍打的都是主力位置。徐海东这名运动员呢是2000年6月12号出生于辽宁，是咱们本土的运动员。我是。 喜欢乒乓球也是由于家传，他的爷爷爸爸呢都是乒乓球的爱好者，所以说呢他从小就是耳濡目染的，不知不觉的也爱上了这项运动。他6岁就开始在辽宁的抚顺体校打球了，入辽宁队是2011年，2016年进入国家二队。 徐亚东最好的成绩呢是2017年世青赛男团冠军，你们也是很厉害。是，比如说你参加世青赛，就哪怕就是青少年组的，你能代表中国出去打球，真的你要在同龄人里边脱颖而出，因为最多就这么5个名额吧，差不多。对。 你能去代表着这个，你说，其实我们中国队都是冠军，但是你能成全国人里边加入这个冠军的队伍，这个竞争很难了。对，太幸运了，是的。面对孙颖莎、王楚钦这样子的强大的对手，双方打成了6比6平，看来徐海东和李佳毅。 这真是了不得的成绩，对，漂亮，这个落点是真的好，嗯。 双打比赛，你每个球真的是要特别的完全去调整一下站位，所以你想很高质量的发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对。哎，漂亮！哦，这个落点太好了。对。比赛进行到现在，是越来越对抗性强了。
对，就第一局他们就一直是比分是交替上升，是的。好漂亮，这个摄影沙接位球接得好呀，嗯，这一个台内给削一个。发平以后，摄影师接发球，得两分，是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摄影师发球，发球又直接得一分，这样第一局王楚钦、摄影师先得一分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。短暂的调整，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，刚才是徐海东和李佳毅发球，但是王楚钦依然在这边是在给孙颖莎打辅助，他会告诉你我这个球是怎样的处理，这也是给队友一个准备的机会，这样两个人配合会更好。是。不过一般说打起回合之后的话，那就是得看大家临时的处理了，没办法去沟通了。这是双打，这个不仅仅是说你的身体移动速度，对，还要看你的那个临时反应多快。哇，发球直接得分机，这是有一点意外的。莫非也要去打学生局吗？这算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吧？是啊，王楚钦这应该是有机会的。对。徐海东他们这边是怎么打怎么有，对，连续得分，嗯。8-2，大比分呀！是的，但按理论上来说，王楚钦和孙颖莎也不会至于被打得这么狼狈的，对，不会让他们轻易就拿下这一局。漂亮，嗯，
都要这样子的质量接发球的话呢，对方就不可能这么顺利的拿到八分。哎，你看这局也是啊，王楚钦连续的失误。现在他这个落点非常高，是的。其实王楚钦跟孙颖莎这局真是没太特别好，9-5，是的。他们两个就开始发力在追分了，比分的差距现在是缩小到了4分。林高远在这一局丢了好几分了，就这个东西。对，王楚钦这个，这局是有一点异常。嗯。别急，我徐海东和李佳毅再靠近能落点，再靠一分。嗯。再抓一分，这局就拿下了。有点急了。15-7就想一想，就如果打到10-8的话，对方还是信心马上就回来了。是的，那他们两个刚才是各丢一分了。嗯。哦，又是一个失误，8-2领先的球打到现在10-8，对。而且刚才还是10-5领先。啊。然后两个人开始，一人失误。徐海东失误两分，李佳毅失误一分。嗯。这只能说对他们两个人来说，你想赢比较困难，但是这么大比分的优势领先的话，其实拿下一局还是应该是可以的，对。嗯。看见王楚钦和孙颖莎已经回来了。嗯。在场上四名运动员啊，王楚钦、孙颖莎和徐海东都是00年的，就李佳毅年纪稍微大一点，94年，中生代球，漂亮。10-9，刚才是10-5领先。最艰难的一分了，是的。但你看，这种高级球员啊，接发球也是有手势的。嗯，漂亮，果然追起来了。是的，10-10。刚才这个暂停好像没有太大的效果。10-5，被追成10-5。是的，难道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想连得7分吗？就直接12-10吗？现在这压力就大了。对，如果真的是12-10这么赢的话，那下一局开局，徐海东和李佳毅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。对，哇，连续6分了，哎、5-10领先，现在是11-10，5-10落后，现在是11-10领先。对，哇，不幸严重啊，连得7分。还真的是。这样的话，王楚钦和孙颖莎2-0暂时领先。
现在第三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我不知道徐海东和李佳毅啊，上一局的这个大比分领先，拿下那么好的机会呀，10-5。我怕这局王楚钦和孙颖莎不会给他们领先的机会。对，你看一上来，哦、他们这是两拼啊。2-2，哎，是吗？我还记得啊，第二局他们两个落后，王楚钦和孙颖莎落后，就是因为王楚钦突然开始出现失误，嗯，正手反手的。那刚才这也是王楚钦正手的一个失误。但是对于这个徐海东和李佳毅来说，他们也不敢盯着王楚钦打。你说想捡王楚钦的失误，这个很难了。还是上一局是特别异常的情况，不敢这样。哦，没办法。对，就是说你能把孙颖莎的进攻挡回去，但是毕竟质量不高了。但我还记得哈、啊，这个徐海东和李佳毅他们两个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配合打得好，特点打得好。有几个球都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实在是够不到的。嗯，那、嗯、你要是说落点不好，你让他们两个退一步在中台打，这就很难了。这球就没有质量，是吧？主要说力量可以减，但是要把速度和角度拉开。你看王楚钦的孙颖莎领先和徐海东、李佳毅领先是完全不一样的局势，他们两个很难有机会追上来。哎，但是。你看这王楚钦又开始反手的这个失误，哎，你看，哎，难道他们真的会采用这么险的一招去盯着王楚钦打吗？这四分可都是丢在王楚钦身上的。对，现在是6-4。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多的尝试，见招拆招吧，因为刚刚那么好的机会没有拿下，他们现在只能是一拼，逮谁算谁的，是吧？但我估计啊，王楚钦只要有状态的回忆版，他们立刻就会改变策略了，放弃这个念头。就比如说这样的球，对，还是放弃了吧，因为王楚钦真的太厉害了，8-4。如果人家在那种落后的情况下还要追回来，对，连得7分，像现在这种8-4的球，他就会打得很轻松。嗯，是的。4-9。哇，这个。我只能说，这个想法是好的，但是现实是特别残酷的。是，你想偷王楚钦一个球，我的天！对，这不可能。王楚钦已经开始发威，准备收获了。就这样，直落3局，是的。